拿自己的人生态度打造属于他的音乐王国。9月24号，个人第二张专辑《秘密》正式发行。多变的音乐风格让大众看到他的更多可能性，用最敬业的态度和最真诚的心回馈粉丝。未来让我们一起向前努力的奔跑，期待在音乐舞台上和他再次相见吧。你的 pose 的确和别人不一样，更加的帅气迷人。别忘了，我们还有第二个拍照点在前方等着你。